6月1号有一组正副总统，应该是干掉全部所有人的，马上就公布出来。东旋侯孟成、丁凯在台北报道。我刚讲的那一组是不是已经笃定当选了？很不是厉害而已，是可怕。他出来，其他的候选人就往后退说：“哦，我们输了，输了。”吴宗宪讲的活灵活现，他说6月1号以后，大咖候选人就会出炉。现在台风尬寒流，谁会胜？我的想法可能两个都会不在。啊，还有第三个吗？都不在，都出局哦。可能两个人到最后，一个人可能不会加入出选，一个可能在出选的过程当中，甚至于到最后会有一个重大变化，然后这个人可能也不在出选的行业里面，所以到最后可能都不是他们两个。我的判断了哈，当然我不能说我一定准确了。我要说的就是说，可能到最后会有出现这样一个现况，就到最后可能不是郭，也不是韩。章鱼哥说，国民党的初选非韩非郭，有可能吗？来看看最新的发展。哎，章鱼哥，你的第二碗牛肉面是说，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哈，到最后结局哈，可能非韩也非郭哦。你现在这有可能呢、啊？为什么有可能？还有可能吗？因为你韩的民调一直下来，那到最后就没有。那今天这个初选办法出来以后，会不会摆平？我还不知道，可能内部还会再去做整合。那好了，韩家是没有，就可能郭会出来。那郭出来以后，郭有没有？韩有可能没有了。假使一直下去，他可能会跟郭交叉了。哦，死亡交叉了，会跟郭交叉。对，那这样子郭出来以后，哎，郭的问题也很多，哎，郭有80%的资产在中国大陆，哎，他如何面对两岸的议题？嗯，那如何去面对？你看他现在又开始转弯了，他本来去美国看川普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个川普是我的好朋友，现在又说川普不是我的好朋友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折？没有必要嘛。那所以我这样讲说，有很多未定之事可能会出现，所以我会去做那个推论。所以现在的态势是灭韩小组先集结启动嘛，打掉第一名之后，然后再来铲锅的这个小组就跟得上，这个不能这样讲。就像义父刚刚讲，不然什么样状况会非韩也非郭？我跟你讲，第三个人马会成为2020国民党的候选人。刚刚义父讲的那个，我是100%认同，成也韩，败也韩，成也韩粉，败也韩粉。韩国瑜真的要成为候选人，你刚刚的所有人对你的批评指教，你要盖瓜承受，然后把它接收进来，把它化为你的内力再展现出来。你不是一直去挡到后来，你以为你金刚护体？对不起，你是肾，你真的会体弱多病。所以这个他必须要去做调整，他才能够维持继续维，他继续维持的声量是要正向的声量，而不是负向的声量。
好。